1352集。这一观察不得了，刚好就看到顾泽在帮米拉苏擦药的一幕。再加上夏天的衣服本来就比较少，米拉苏为了方便顾泽擦药，穿了一条不过膝的睡裤，这会儿正趴在沙发上露出一双大长腿。顾泽的动作看在顾母眼里就更糟糕了，大手在他腿上摸来摸去，这种情况论谁看了都不正常。顾母顿时火冒三丈，就差一脚踹碎落地窗杀进来把他们胖揍一顿。但是仔细一想，不行，她一个几十岁的老太婆哪里是他们的对手，还是先观察着，回头好告诉她女儿，好让女儿看清楚顾泽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，太可恨了。室内两个人是背向阳台那边，自然是没注意到有人在偷看他们。顾泽给米拉苏腿上擦好了，只剩下上身，上身他不方便不说，应该也没有腿上那么严重。好了，其他地方自己擦吧。哎，背上我自己够不到。米拉苏从沙发上坐起来。够不到就别擦。顾泽把手上的手套给取了下来，帮他擦腿是考虑到他的密集恐惧症，背上他又看不到。顾臭嘴同志，你只要记住，你眼里只有一个女人。你再敢叫我顾臭嘴，你信不信我亲你？嗯。顾泽的话音刚落，唇上蓦的一皱，他整个人一阵瞠目结舌。没等他回过神来，米拉苏已经从他唇边退开。轻描淡写的一吻，对于他来说纯属就是挑衅。回过神来的顾泽嘴角直抽。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两个人都吓了一跳，循声看去，阳台的落地窗被砸了一个洞。顾母怒气冲冲地站在外面，本来想着忍忍就过去的，但是看到他们接吻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在院子里找了个石头就狠狠地砸在窗户上。这个顾泽太欺负人了，一边跟着他女儿纠缠不清，一边把其他女人带回家里卿卿我我，想必这个女人肯定也是被他给骗了，今天他非要揭穿他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。顾泽看到是顾母，眼底划过一丝惊色，连忙拉开门冲了出去。顾泽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以顾母这架势肯定是看到了什么，所以才会大发雷霆。顾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里？我今天要是不在这里，能抓住你伪君子的真面目吗？我说呢，之前信誓旦旦要带我家小水去旅行结婚，这才几天呀，又突然改变主意了，原来是另有新欢了啊。怪不得迟迟不肯给我家小水一个说法，可怜我家小水还傻乎乎的相信你，真是瞎了眼了。顾母越说越生气，满身的怒焰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发泄出来才好，只有这样痛痛快快地骂出来这才解气。顾姨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他……你少在这里花言巧语，我家小水单纯才会被你骗，我这个老妈子可不是好忽悠的。你们刚刚在屋子里卿卿我我的样子，我可都是拍下来了，回头我就让人给你们传到网上去，让大家都见识一下你这位花言巧语的伪君子骗子。顾爷，您听我解释，事情真的不像您看见的那样，我跟他刚刚指示什么？顾泽现在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但是又必须要解释清楚，可顾母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。摸大腿亲小嘴，光明正大带女人回家约会，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从今以后你不准再来骚扰我家小水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一次。顾母撂下狠话，气冲冲地转身就走，顾泽追上去。顾姨，顾姨，别叫我顾姨，
我不认识你这种没良心的负心汉渣男。顾母恨恨地冲他怒吼，然后快步离开。顾泽追到门外，看着顾母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，而且又是在气头上，他没有再追上去，知道追上去解释顾母也不会相信。刚刚他们在屋里的那种举动，说实话，别说是顾母，就算是别人看见了，恐怕也是要误会的。该死的，怎么就那么巧呢？顾泽垂头丧气地折回来，米拉苏一直站在门口，把刚才的一幕都看在眼里，也听见了。见顾泽被无辜的误会，他也挺过意不去的。他好意地问了一句，你还好吧？顾泽不语，看得出他心情很郁闷。要不然你给顾水打个电话先解释一下。米拉苏帮他出主意。本来就是误会，顾水的母亲现在在气头上，听不进去解释。但是顾水还不知道情况，有必要跟他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免得回去听他母亲的一面之词，把误会弄得更深。顾泽现在心情超级不好，耳边来回都循环着顾母最后那渣男两个字。在顾水和康宁没离婚的时候，他认为康宁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曾经发誓这辈子绝对不会跟渣男沾边。可是没想到短短几个月过去，自己居然被未来丈母娘亲口骂为渣男。好像是有点渣，好好的女朋友不去珍惜，偏偏要谈什么假恋爱，他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答应这种无趣的事情，还弄出这样一桩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误会，真是恨不得暴揍自己一顿。那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。米拉苏也算是做到自己能做的本分，毕竟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而且这种误会不解释清楚肯定是不行的。顾泽心里烦得很，根本不想听到任何声音，奈何米拉苏见他不吭声，扯了扯他的袖子。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滚。顾泽一声低吼，暴怒地甩手将他一把给推搡过去。米拉苏没想到他会突然发火，而且还动手，猝不及防被踉跄不稳地退出去好几步，头磕在了吊柜上。眼前一阵晕眩之后，看到一张怒不可遏的脸庞正在靠近，紧接着手腕被抓起来。顾泽的力气很大，像是要把他的骨头捏碎一样。顾泽心底本来就压着一根导火线，米拉苏在他心情烦躁的时候惹他，无疑就相当于引爆了那根导火线，以致他的火气一发不可收拾。